WCCC 新闻通讯激动人心的更新和即将举行的活动。亲爱的 WCCC 家庭，我们非常高兴地向您带来一些令人兴奋的更新。我们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威斯康星州的繁荣和文化多样性。我们对您的持续支持深感感激，并非常高兴与您分享我们最近的成功和未来的计划。近期里程碑一，收到的资助，我们很高兴宣布，我们从西北人寿保险公司和密尔沃基县总共获得了$7,000的资助。这些重要的支持将使我们能够更好地推动我们的计划，有效地为我们的社区服务。二，数字营销的影响，我们的 Facebook 广告取得了巨大的影响力，达到了320万次的曝光率。这个活动将继续为我们的成员公司进行，提高他们在数字空间的可见度和影响力。三，网站开发，我们正在努力改善我们的 WCCC 网站，以实现更流畅的用户体验和更好的代表我们的使命和成员。此外，我们纪念1943年废除中国排华法案80周年的网站项目已经成功完成。我们向 Slim Fan 表示衷心的感谢，他在这个重要项目中做出了杰出的贡献。四，社交媒体推广，我们一直在社交媒体上定期发布信息，以提升我们成员企业的影响力。我们特别感谢 Olivia Wine 在这个领域的专注努力。五， WCCC 第五届网球公开赛，我们正在筹备7月8日举行的 WCCC 第五届网球公开赛。这项活动得到了马拉松人身国际公司密尔沃基县和 Dan She American Family Insurance 的大力赞助。我们要向 Olivia Wan 和薛球珍表示由衷的感谢，他们在组织这项活动上做出了出色的工作。请在您的日历上标记这个日期。即将推出的计划。六，中秋节活动，我们正在为中秋节活动做初步的筹备工作，这是中国传统中最重要的文化庆典之一。更多的详细信息将很快与您分享。七，Google Paid Ads 试点，我们即将推出 Google Paid Ads 的试点计划，以进一步扩大我们的在线影响力，向更广泛的受众推广我们的成员企业。八，中文应用程序计划，我们正在开发一个中文应用程序计划，以更有效地满足我们讲中文的成员的需求。请保持关注，以获取更多的详细信息。九，与 WBIC 和 WVCC 的合作，我们非常高兴地宣布，我们与威斯康星州妇女商业创新公司 WBIC 和威斯康星州退伍军人商会 WVCC 的合作。这些合作将大大增强我们的资源和网络，使我们能够更好地为我们的成员提供服务。我们期待你们的持续支持与参与。只有大家一起努力，我们才能在我们的社区中继续发挥重要的作用，并帮助我们的成员企业达到新的高度。让我们一起为我们的社区做出更大的改变，并赋予我们的成员企业新的机会和能力。最诚挚的问候，威斯康星州中华总商会管理团队。